当我故意让你以为她闺蜜怀了我的孩子，好像呀。来，你快准备一下。碧桃啊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呀？给你个惊喜。我也给你准备了个惊喜。你怎么了？紧张兮兮的。我。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既然你发现了，你怎么知道我这件蛋糕好吃的呀？啊？我没买多少啊。小雨，你没发现我最近有什么变化吗？有吗？你最近是不是长胖了呀？你还是少吃点吧。不是你在说什么呀？开个玩笑嘛，依依你随便吃。不是了，谁说这个了？哎，实话跟你说吧，依依怀孕了。怀孕？你们是不是又想整我？我的天！坐下蒙拳了吧？这么厉害呀、啊！你再看看你这个。我这，看来我得多准备些。哎，行了，那现在还早的嘛。而且，你不问是谁的呀？对，谁的呀？依。如果大雨，好像完出事了。哎，碧罗，其实我跟，我不想听。不是呀、啊，我跟依依是俩。冷静一下。哎，碧罗啊。完犊子，可千万不能出事。不是你们俩说什么呢？哎，兄弟们搞定了啊，等我等我，我马上来。我故意跟女友说要和异性出去露营。那帐篷干什么呀？那大学同学约我去江边玩，我带个帐篷遮阳呗。大学同学啊？前女友是不是要去？对啊，他组织的呀。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我想想，我也要去。你说我？不，你去哪儿呀、啊？我去巴南啊。对了呀，我去江北，不顺路，你自己打车。我送你吧，你要是在这儿。这么主动有问题。不是你搁这干嘛呢？身高不够，距离来凑。什么意思？调回去啊！你视频我来开。你要不我来开吧，要开很久的。需要，放心吧。那我把地址发给你啊。你好，日产，导航到九曲河，找到以下结果。Later。不是卢，哎，你是不是开错地方了？这是哪儿啊？嗯，不会吧？我看看呢。哎，对不起，我订错位了，真的是。现在过去肯定来不及了吧？都怪我。原来在这等着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对不起嘛，你看都这样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东西都备好了。那我两个人去也可以啊。我跟你两个人玩什么呀？你赶紧送我过去。那我叫闺蜜们。可以啊。Baby, I'm a she. Nice。那你待会穿的性感一点吧。可以吧？不是你什么态度啊？别让他过来了吧？你送我过去现在。叫人家过来了。叫了几个？对。啊？我是怕他东西太多，车放不下嘛。屁！不用担心，你不叫过来，你就是没诚意。快点。享受时间，跟美女待这么近，真开心。你帮我看着干嘛？啊，对了，你去车里面给我取瓶水去吧，我渴了。不去。啊，那行啊，那我去找我前女友去了。不是，你取个水要三个人吗？Later。不是。哎，你们人呢？取个水这么久吗？我们回去了，你自己玩吧你。什么呀？不是，哎。我不是刘德华，不给你唱完青春，让我向我负责。如何快速打破冷战？哎，你不是想逛街的吗？走不走？完全不理。我都主动邀请了，还不愿意啊？啊，你不想逛街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去吃饭呀。还生气呢？带你出去玩嘛，去欢乐谷行不行？啊，对了，你出去的时候多涂点唇膏啊。我要最近嘴唇干。既然我请你去欢乐谷，那你不得表示表示？可以啊。不是你干嘛呢？我在接电话呢。你一直那叭叭叭，我都听不清别人讲什么了。哎，你把衣服穿上，你去哪儿啊？怎么了？不能自己出去玩。
哎，不是呀，你跟谁出去啊？去哪儿啊？你多久回来呀？干嘛？我就是想知道，哎，求求你嘛！是这么说啊？你听见了吗？你自己去领啊！玩的好像有点过分了。哎呀，理理我呗！啊？不是在哭吗？咋了？你这是啊？怎么还哭上了？我刚才在跟你开玩笑的嘛。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？你还用别人的润唇膏跟别人出去玩？好了好了，我错了我错了，哎，都是骗你的，都是骗你的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？我错了我错了，哎呀，你看你的眼泪。什么呀？我讨厌我的好好好，不哭了不哭了。我讨厌我的嗯，你干嘛呀？啊，没干嘛呀。为什么我一过来你把电脑关上了？什么？哎呀哎呀哎呀，你看什么嘛？又不是没看过这个，你不喜欢呀？我不喜欢。哎呀，那你看了别误会啊，你们女生又看不懂呀、啊、这个。怎么不懂啊？我这对你的声音健康负责，你懂不懂啊？上狗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哎哎，放哪儿去啊？给我回来。你不是要对我负责的吗？那你给我买了，快点！我跟我一样。那这样，你给我报了这个月的花销。不是你给我装是不是啊？哎，吃的、用的、花的，不都得用钱呀、啊？还有你买的这台光影精灵，你也给我报了。你身上这身衣服，不都是我买的吗？该不该报销？行，那衣服还给你不行。不是，你干什么呀？哎，不报销我就霸占他的电脑。怎么又死了？不是。你没看见刚才有人抓我吗？你能不能不烦我了？你自己去玩行不行？我的电脑打游戏有点参与感。那行，你要参与感是吧？那你就帮我盯小地图，有人来靠近我，你就告诉我行吧？你以为这就完了？干嘛？你刚刚说看小地图啊？你看我看哪？不是，哎，你这样了我怎么玩啊？哎，你赶紧过去行不行？我要在电视上玩游戏，十五寸大屏更带感的，你到那边去看，好不好？不去，这游戏不是电影，肯定人没有啊。那你自己去吧。嗯，可以了，你玩吧。你别去，别去，人来了。不是去哪儿呀、啊？哪儿？家人，家人。那是我队友，我去帮忙的。谁来抓我了吗？谁？你先说话。容颜巨兽莫菲特。